怎么玩《阳光大男孩》沙口？我游泳，全军出击！干啥呀？我自己打就行，你们走。再靠近一点。F4 和红开一起放，不会吗？会呀。但我为什么非得一起放呢？我直接去偷人家也不好吗？哎呦我操！这包女儿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完了，兄弟们，失败了，这包女儿给惩戒了。哎呦，我这包女儿会玩啊！这包女儿给我带扫描，我可恶的包女儿，你给我等着，你个老包女儿，失败了，失败了。我早点去，人家那旁边有人看着，我咋去？你说，啊，失败，失败吧。包女是腰带呀，打红吧。完了，兄弟们没法玩了，这兄弟们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这包女不让我玩啊！哎呀，这包女他妈是个腰带呀！完了，兄弟们，一级血抠没法打野了、现在有点难受了啊，两个成绩。哎呀，关键我打野太慢了呀。我想想怎么办啊，我得想一想了，这这样，新版本更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打河蟹直接惩戒会惩戒掉他的那什么。没事啊，还行，咱没亏爆，可以接受。野区指定是遭殃了。所以我们不用去自己野区，把他上半段野区给他清一清。给他留一个啊。回头呗，我晕的，可以，可以，老嫩鱼，现在我们等级比他还高，你看吗？哎呀，老包女儿啊！包女咋还是三级？因为她一直在反野呀。来个攻速海，
我的蓝怎么没了？走上楼再帮他一波。我给你个小刀拉屁股。走。他们无法逃过惩罚。哟我操，嚯，那鳄鱼咋没进塔呢？那鳄鱼咋没进塔？哎呀，真坑人呐，鳄鱼啊，没进塔。盒呢？盒不让他打没了吗？盒儿，哎呀，再靠近一点儿，来去趟下路，俺们家下路不错。好不？我操！完了，我这盒失败了。原来他还可以把盒给拿走呢，还可以把盒给顶起来呢。漂亮卡莎，好勾，我炸炸炸炸，我炸，走，小刀拉屁股。这杀扣伤害咋那么低呢？感觉啊？感觉杀口伤害好低哟、哦！出暴击哪有钱呢？我打个野都这么费劲，我打个野都这么费劲，咱也不是说等级低，伤害是真低。这新版本其实整的我跟你们说可不好了，那打野有等级追赶机制，可烦了。那别人是反野没有用。走，行吧，一换一了。我没什么大招。我为什么大招摁不出来呀、啊？我操他妈杀扣大招还要智能施法呢！我服了，再去一趟吧。我摁了两回大没摁出来。
现在那些野核感觉不太行了。Nice。妖精搁那边呢啊！等一下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跳出来，跳到这儿，嗖，小刀拉屁股，得来文。哇，扎扎扎扎手，给我吹飞，可以。你看他包女补了64个兵，他等级还跟我一样高，不是，他比我还低等级。现在他等级追赶机制有点二。你整的人家打优势白打，你整一下追赶上来了。来，走。不行了，好像不能再打了，兄弟。大招浪费了。我不得，我就来德克萨斯木印。我木印西兰刀加无尽，我马上到，兄弟，我扎扎手，小龙可以打。换个小盒，练个小镖，杀口。那包女补了90个兵，跟我比我等级低，你们说这神奇不？这啊，他补了90个兵，跟我一边高。我上来了，哎，嗖，来吧，好兄弟，这攻速咋那么快呢？哎，嗖，小刀拉屁股，我都 dominating 了。中单怎么回事？中单也得让我拉个小屁股了，我发现啊，这中单妖精儿，妖精儿呢？妖精儿跑了。
刷野哪有杀人来的全快呀？怎么看见我这里有个盒？炸炸炸！哎，大招为啥没出来呀？哎，这家伙！给我下当了！哎呀，我是1000块呀！不是我摁了，我摁大了。你没按呢，我按了。我怎么没按？我都按了。怎么不信我呢？我摁了。刚打完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下路喜欢拼，嗖！我咋嗖？下路这俩人是真好杀，我跟你们说。哎哎哎！完了，打错人了。不过问题应该不大。我扎扎扎扎，兜打不过，快跑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我扎扎手，开大招，真脆呀、啊！沙口，沙口第三件装备出什么玩意儿呢？原来是收集者，拿了好多。我是不是扎你？那这小炮要单杀我呀！我的妈呀！三条小龙。打不过，还是算了吧。那有防御塔，我炸炸，真疼啊！尤其是扎着腰筋儿。我扎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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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二弟，你咋不打人呢，二弟？分身干哈呢？不知道啊，他不打人呢。我扎着腰筋是真疼，我发现。我估计我扎着包女是不是也这么疼？三刀一个，我估计是差不多。炸炸炸！这都有伤害的，这都有加成伤害。我炸！我炸！炸炸炸炸炸炸！必刺大龙，我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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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死了！哎，我让那小炮给杀了！我天哪，不还行啊？卡莎给我们打死了。阿卡丽怎么不放技能呢？阿卡丽，那阿卡丽满能量不放技能，我留个隐身，我让小炮杀了，卡莎拿下来了，还行啊，还行。我留个扣啊，我不会玩杀扣，我都跟你说，我就没玩过这英雄都。在最早的杀扣这英雄就是谁也不玩的，你知道吧？小丑这英雄玩的人很少，就跟那巨魔似的，巨魔小丑掘墓人，这是。这都冷门英雄，不会玩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怎么的了？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看看那德莱文来不来。快走！恐惧，嗖！怎么办啊？蓝兵线。我炸炸！炸炸炸炸！妖精想在我，哎，快快快快快来打小龙，给我扎死了！包女儿太烦人了，哎呀！好闪！我靠，这么……好高，这么准吗？太高！阿卡丽操作辣我眼睛，哎呦，还行啊，更
跟我下饭。关键是小龙让人拿了，挺烦人的。搁哪呢？那妖精儿，妖精儿，给我出来！妖精儿，我杀的德莱文是不就一下？我感觉，我炸炸炸！完了，傻逼了！我想摁 E 的，怎么摁着 Q 了呢？哎呦！本来我这边不用死的，我想本来我想摁 E 的，一下摁着 Q 了。那包女还跟我来美甲窃魂卷呢。从下播开始啊，我们无限杀包女，真的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打的德莱文都这么疼，我打那包女更三下一个了，我杀那包女就跟玩一样，那包女我下回就杀她，三刀一个。好勾，漂亮！沙口出来了，我扎扎扎！小刀拉屁股，二弟给我上！兄弟们，咱想一波，是不费点劲呢？放个盒来去，再放个盒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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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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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捡灯笼，哎呦我一刀。二弟给我上，居然有个假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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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这家伙这瑞文太能追了，我靠，我就回点血，给我咳血战斧了，我也来个钉，我感觉我也差个春哥呀，这沙口这装备不跟剑圣似的吗？这沙口不是说我贪啊、哦、有些兄弟可能觉得我刚才我在贪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不是贪，刚才他们一定是打大龙，我如果不吸点血回点血去抢龙去，那龙就丢了，你知道吧，这不是说贪心，哎，风龙龙魂漂亮，
为啥不先惩戒？你看又有兄弟说了，哎呀，那你为啥不先惩戒？我先惩戒我还砸抢龙，我惩戒都交了我还抢个屁龙。这德莱文是不想活了是不是啊？我擦，叮，给我锤飞了，谢谢呢小炮啊。我小刀拉屁股，我走，我给你个减速，我扎扎扎，有护甲，有护甲没扎动。漂亮，给我杀包女儿！哇，吸血吸血吸血，完了德莱文活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这不行，这不能再打了。德莱文要出春哥了。老锤可能要够呛了，你这别管他了，要我说让他死吧。没事，我马上来杀妖精啊，别着急。把那红留给 ADC， 哎，死个锤石，死了就死了吧。一只 respawning 树。嗯？哇！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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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伤害不够了，兄弟们，咋办啊？啊，兄弟们，伤害不够了咋办啊？要不然俺们的收集者不要了吧？我觉得收集者没有那青旅厉害，我把它换成青旅，他们这都太幼了，这都护甲贼高，不是沙漏就是春哥，都有护甲，那这不好杀。我们这平普通的暴击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收集者别卖，收集者换了吧，收集者不行。秒表也不能换，秒表给他换成最后的春哥，这得有一个保命装备呀。来 ADC， 来把这给打了，把这红给你拿了。俺们家 AD 还是需要一个红的，刚才他就是缺少这一个红来风筝对面，风筝对面啊。青旅绝对比收集者伤害高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时间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多少血了呀，这回不了血怎么整啊？我打打野怪回回血行。
我炸炸炸！二弟给我杀！炸！杀瑞文！臭！能不能一波直接一波得了？要我说，啊，看来不行。喂，走！可以，大龙大龙，哎，远古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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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远古龙，先远古龙，先远古龙，再大龙，这一波不了，没有兵线。鳄鱼，那春哥立功了啊！鳄鱼，先远古龙，再大龙。你们去大龙，我去中路扎那包女儿的。我大开了，摁了呀！怎么回事呢？哇哦，牛叉！大龙吧，这回。哎哎哎！那个，吓一跳啊！掀开大片也不行，有道理哈。掀开大片的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哎呀，应该掀开大片的，早说呀！这真是没玩，确实我们不是那种阴险之人。我说实话，这沙抠啊，还是属实是有点不太适合我，还得是这远古龙 buff。那鳄鱼怎么不追了呢？锤石的卖了，锤石太惨了，锤石这都神装了。二弟拆塔，哎，我是真的，哈哈哈哈，给我炸的手，走，我炸炸炸炸炸炸炸！你是不是以为我打不死你？我这青纸给谁出的啊？啊！我小刀拉屁股，要得来文，得来文，我炸！你把那个小兵给我清了，继续，春哥没用上啊，哎，游个泳，哎呀，老包女儿跟我消带，是我消带，哟吼，杀口。